找他欠钱不还，欠钱不还，知道？但不过，但是我知道那边洗澡很漂亮，水很漂亮啊。知道哪一家？知道啊，我带你去走吗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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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，大哥，这边走，这边走。嗯，对对对，大哥，就这间，就这间，就这间。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是这间，是这间，是这间，对，大哥，这间。你小弟怎么当的？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给我把门踹开来！哪个哪个哪个啊？你还要干什么？不是慢慢说。你这小子上次欺阳算欠了一块钱，到现在没还，你什么意思啊你啊？啊？大哥，我最近连保险套都买不起，能不能再多换现几天？啊？送你两个保险套嘛，一块钱要还啊。对啊。哎，听说你妹妹洗儿很漂亮，可以拿她的抵债哦。啊，我不止血，我今天抢一岁她的，不关我事。嗯？嗯？你他妈！你想怎么样？你说嘞？大哥，大哥，对不起，大哥，对不起。怎么叫啊？这里事都办不好，还出来混什么混呢、啊？打开喽，大哥！大哥，就是小子欠钱不还，欠钱不还是啊。干嘛？什么的？出来出来！大哥。就你小子欠钱不还，欠钱不还是啊，但是我知道他妹妹洗了。太气了。嗯，忘了。啊，开始。好，我不试试。啊！啊，我不试试啊！不要这样子啊！不要叫了，我输。啊！我不试试了，我今天才赢是他的，走了。你要做什么？阿奇，叫什么叫啊？谁叫我？